婚姻大事不是儿戏，你能不能别这么胡闹啊？我就饶了，你连把我怎么样啊？我还没过门，人家小人得志了，连你妈的话都不听了。妈，能不能别胡闹？我上门也好，不上门也罢，我就想好好对你子轩，努力赚钱，努力让我配得上我现在拥有的一切。我呸！说的那么好听。 就是得了便宜还卖给他个假种而已。我不想看见你，我倒是瞎了也说了个白眼了。我呸！跟我儿子抢了个富三代。妈，原来你是这样看我。哎呦，新娘子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你看，看是要去找顾南风那个废物。 哎，我就不明白了，那东西有什么好？居然会看上他？你嘴巴放干净点。我嘴巴干嘛干净？你个胡来，说什么呢你？哎哎哎，苏子轩，你看我今天这一身打扮，是不是也像一个有身份的人？这气质跟你也很搭呀。要不你甩了那个狗东西。 让我做你的上门老公，不可能！你做梦吧你！你自己看看你自己什么鬼德行！像你这样的，真不能要。你他妈是不是想死啊？我顾小海能看上你是你的福气，别不知好歹。我不知好歹，你自己看看你自己什么德行！就你这样的，给我擦鞋我都不要。苏子君。 你别以为你们苏家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，你不照样也被男人？你个混蛋！我告诉你，要不是看在男方的面子上，我早就让人给你扔出去了。赶紧给我滚！别不知好歹。苏子轩，你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！ 你不说我嘴不干净吗？我让你好好尝尝干不干净。再过，你看到子轩了吧？你自己的，自己没看。关我干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哎，老子直接跟你生米煮成熟饭，看你换不换老公。你有病吧？你别过来！爸，小贱人居然敢打我！老子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被打过。难道我还老老实实的让你得逞吗？外面现在全是人。 他们发现我不见了，一定会找我。你看我出去吧，我肯定不告诉别人。哎呀，那些人都忙着交际喝酒，哪有心思管？你乖乖藏着我，他们找不到你，有我。哇！你给我站住！子轩。 你去哪儿了？找你半天了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儿？南风，刚才小海他怎么了？他干什么了？刚才小海把我推进房间里，然后。 干了什么好事？怎么了，子轩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他刚才轻薄了我，南风要教训他。顾南风，这就是你们顾家做的好事儿。你个废物，入赘到我们苏家，本来我们就不同意，今天这么重要的考试，居然被闹出这么一出。我们苏家可是顶级家族，他从没有遇到过这种肮脏事儿。二婶，这是个意外。
顾小海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就是被妈宠坏了，今天我这个当哥的就好好教训教训你。顾南风，你疯了！别打我！打你？敢欺负我老婆，我都想打死你！顾南风，你干什么？你要打他，就先打我！妈，你这样会惯坏他的，你下不去手，我来行吗？顾南风，想死我亲儿子，要管教也是我管教，什么事都得你狗东西啊！您养了我20年，就一点勤奋都没有吗？您再继续惯小海下去，早晚会把他惯出事儿的。惯出事儿由我担着，我儿子我愿意惯。你个人，别鸡巴你出事儿自带走，这事儿一眼都不想看到你。哼，我哥不在这，他要是在这，知道你们这样欺负子轩，一定会让你们撤了兜着走。你吓唬谁呢？是你们没有教育好他，让他到处勾引人。 吃什么当就好的怪我儿子，你要不是看你是南风的养母，我不跟你计较。今天幸好没出什么事，不然我打死他。顾南风，你不是要打死我吗？你来啊，打啊！你还敢叫嚣？他妈的，咱俩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。老子也不是吃素的，还打不过你这个被收养的狗崽子了。顾南风。 别打了！你要是还让我知道呢，你就别让你弟弟。希望他过得不幸。他就是看着子轩太天真，一世没忍住。你说了，你们难道不好为人吗？你不也是看着这丫头的好看还钱的吗？这种三观不正的话，你都能说出来，我和子轩是有感情的，我们俩在一起不是交易。哼，说得好听，哪个穷人家乞丐？ 勾搭是我的事，难道是上官子巴结？你以为这样说当真问了？呸！一文不值。就是，你看你妈了说的叫什么话，还要墙上紫萱，还怪紫萱长得漂亮。这穷人就是爱物理变三分，什么理都让他占上，恶心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有钱了不起啊？我呸！哼，表面上看着挺风光。 我也不知道他们都啥好色的事儿了。你闭嘴！你吼什么呀吼？你吓死我了！妈，你别说了。我知道你们看不起我是个上门女婿，你们可以骂我，可以侮辱我，我都接受。不行，你是我子轩的老公，我不允许任何人瞧不上你。 难过，难过是我看上的，是我爸看上的。如果你们要是都瞧不上他，那就是都在否定我爸和白的眼。你个好那么笨的东西，弄过你了，这次看到这样的就是，而且到我们走，这个女婿应该协助我。我看大哥的白龙王之位，哈哈，我还不是一个人去的。是。 妈，你别在意他们说的话，他们是故意这样说的。故意？其实他们一直都在惦记我们家的家产，肯定是希望我们家越乱越好。但我们千万不能乱。你是说，他们帮你说话，给你出头，其实就是为了在旁边拱火？有些事啊，还是等以后再跟你说吧。今天是我们的大好日子。 别让这些扫了我们的兴。你说的对，虽然他们看不起我，但是我要努力，做出一番事业，狠狠地打他们脸。但是我家……这话不方便说，那我来说。小海，你今天的所作所为，足够让你死十次也不够。但是念在没有发生更严重的事情，念在你是南风的弟弟。 你们顾家对南风有养育之恩，这次的事情我可以不和你们拼，是我们不自己。但是请你记住，不管你是谁，只要惹了我们苏家，我们一定会追究到底。追究到底又怎么了？难不成你还敢杀人吗？打两下就行了。下去吧。你是不是救不了儿子？儿子，他不疼了。
像个人。小海，希望通过这次教训让你长长记性，别再错下去了。妈，你的养育之恩我以后一定努力报答你。行了，南风，等一下我会叫人把他送到医院去的，婚礼也差不多了，你们走吧。妈，走吧，子轩。行了，你走，没事吧？啊，我顾小海从来没有受过这种委屈，从来没有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们。下去吧。儿子是怎么样的？儿子怎么了？你们算是太狠的心了，你们看把我儿子打得那么成这样了，本来也不像个人。小凯，希望通过这次教训让你长长记性，别再错下去了。妈，你的养育之恩我以后一定努力报答你。行了，南风，等一下我会叫人把他送到医院去的，婚礼也差不多了，你们走吧。妈，走吧，子轩。行了，儿子没事吧？啊，我顾小海从来没有受过这种委屈，从来没有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们。